个香油月饼能介绍一下吗？咱们这是咱们的香河的特色，然后香油月饼是用香油和的面，那个就是调制的面，然后呢里边是有大巴旦木核桃仁，没有任何添加剂，就是中秋节您可以尝一个不一样的月饼。海南是天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丽人榨茶糕，咱是黄米水沫，何为水沫？就是咱们把面把米打成浆，打成浆以后，然后咱们再和面再炸，然后从面到馅都是咱们自己纯手工艺制作的。咱们的红小豆就取决于咱们运河沿岸的红小豆。知道视频，有趣有料的新闻短视频。